先看一下那个黑粉好了。哦，你有新增加吗？有，就是其他的都加好。好，等一下，看到那个第几张，看一下结构变化，好像图四吧？图四，这个对。哎，快点，你帮我再统计一个。斜率是这个的斜率，相辅相入的斜率。够不够呀？这个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，就是说你用不同的 orientation 去变形，这边有一个，其实这边类似直线，对，就是说你从响鼓点跟这个最大强度之间，它的结构变化其实是一个类似直线，这边都直线，对，那就你帮我算一下，就是说从这个到这里，它的百分变化对 strain 的变化，百分变化。比如说你这边看起来，比如说我举例这边大概是，比如说78吧，嗯，到20，所以它的变化是50，负的20减，70啊50嘛，然后除上这个 strain 的范围，表示说它的 strain 改变斜率一点点的话，它的这个转换率是多少？哦，我懂了。然后这边也是，这边是增加。就是 HCT 跟 PCT 对，然后其他几个也是一样。好，你就再画一个 table。是，那是确实的就不用，只是要这个结构而已。对，不用啊，对。哦。只要看结构的变化，然后你看一下哦，这个材料哦，它的这边这个是一个飞行到这个里面的破坏，其实就是 local 结构的变化，而不是 dislocation。因为你看下面那 dislocation 几乎在这个范围是不会出现，有没有？在下面。对，因为它是一个均匀变形。对，在下面一下。就是只有在这边。dislocation 的那条曲线。哦，对对对。对，你看这边几乎没有。对。所以表示这个平面的变形，它几乎都是靠着局部结构的转换。对。哎，对啊，快点，那也帮我做一下它的。上面那个，哎、欸，这个之前那个医院的不是这边有它的比例嘛 ？FCT、BCC 是要做在这个，还是这个下面、這個、哦？这个、欸、哦，对，就是其他也是一样，它对应的 HCT 跟 BCC。对对对，还有 R 应该不用，因为 R 几乎不变。对、欸，然后就是下面全部都是一样。对对对，好好，再下来，对，这个也做一下。就是这个的变化，对，好，你可以证明它这个几乎没什么变化，变化比例跟刚刚那个平面来比较，差异非常的少，对，就表示你这个平面接受破坏不是靠的 local 结构的转变，而是靠 dislocation， 对吧？你看一下它的 dislocation， 对，在 yield 跟，对，它最后几乎还会很多。这边主要就是一个 dislocation 跟软筋的那个。对，我自己带来那个滑鼠笔也是一样，用一次马上没电。好，用讲好。所以，怀丁，你看一下它的这个 yield 跟那个 alchemy 它的 dislocation 就迅速增高啊，表示说它的变形。大部分都是靠了里面产生 dislocation， 对，产生变形。下面那个也是一样，对，就是一取向也是，就是它会蛮快的，对。但是它最后就是会不见，就是因为它主要就是 dislocation 化的。这边变形的机制又有一些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平面变形是在经过那个 alchemy 之后才开始 dislocation 变形的。alchemy 对，就是才 alchemy 是。对啊 ，C 这个 B 之后才有啊，
对对对 ，B 轴。那你前面那个是 A B 之间就开始是 dislocation。对，而且这个它我看的 paper 它是会一一取样的时候会最快，因为它就是因为要让它硬变硬化，它的最大强度会最强。硬变硬化。就是。它插牌这边会迅速，它的那个速率是最快的，就是生成的速率是最快的，嗯、然后才会导致它的硬度最高的，它的强度是最强，就是它的这个斜率比刚才那个还要再大，就是也有相同的 paper 去看到这件事情，虽然这个是比较多了，但是刚刚那个速度会快一点。你看提到速度，那怀廷那要不要再做一个？最高点跟这个开始生成，最高点哦，就是也是哦，跟之前的、哦、就是说它在单位券成长的，它成长的比例哦，对，是可以，我是有看到也 paper 也有类似的这种做法的，就是比较这两个的速度是一一的会比较快 ，OK， 对，所以我也是一样，就是看它那个在。对啊，你刚刚说迅速飙高嘛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刚才那个这个是110的，然后111的会比110的还要再快一点。然后刚手可以选产生的速度很快就有，它会比较硬，会比较容易硬变硬化。所以它的强度会比较强。OK， 然后它就是刚刚老师就是 straight hardening 是不是？对，硬变硬化的。然后就是刚老师看的那个111的，它是一开始会迅速增高，然后它最后会变成零。那篇 paper 寄给我好、哦，那篇而且这样就可以很快完成。而且那篇 paper 它也是讲 BTC 的、欸，然后也是 HEA。OK， 好，对，就是我应该。那它变形的那个平面，你昨天、哦、有解释、啊，就是老师昨天是说，就是不确定它是在哪一个平面，就是不能区分。然后就是我因为老师昨天是针对这两个，就是110跟112、欸，可是它其实有三种。花一平面，就是还有一个一二三，那这两种就是蛮好区分的，就是它的花一系统就是一，如果是在110的话，它就是直接垂直那个，它就是直接平行那个压缩方向，但是如果是112，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斜的那样，对，可是如果是123的话，就是我看不出这两个的差别是在哪里，可是我看大部分的 paper， 它都是写它的花一面是112，所以。我现在还在看 paper， 就是看这两个的差异是在哪里的。OK， 对。然后我是有找到 paper， 就是也有说，就是像这种110平面的，它就是 dislocation， 然后这种在112平面上滑移的，它就是 trim。对，所以如果我在112上面那些，它基本上就是 trim 的，然后就是如果是110的，就是 dislocation。对，然后对吧？所以它这个110就是它同时。都有 dislocation 跟那个 trim， 所以它才会就是到最后还会这么多。可是那个 trim 的插排移动方向是六分之一一一一，但是那个 orbit 好像只可以统计二分之一的这个，它只可以统，它没有办法去统计到那个部分的插排，所以它还是以二分之一一一一去表示表示。OK， 怀疑还有一个那个看到。它产生 local 学圈那个，对，这产生的那个面跟压缩的面有什么特殊的？哦，就是老师说那个有什么关系哦？对对对，就是有稍微去看一下那个paper，就是你说45度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我先想一下怎么讲，就是。要可能要看一下那个，就是这个是这个涛是那个，就是它产生剪应力的时候的那个力，然后这个 stress 是相互应力，然后这个 lambda 跟这个 phi 是就是分别就是它那个压缩轴与滑移面跟滑移方向的夹角。那这两个就是如果达到45度的时候，就是它这个就是要死命的，它会最大，因为45度它就是分别就是根号二乘以根号二，根号二分之一乘以根号二分之一，所以就是二分之一，所以会让这个死命 factor 是最大的。
对，所以如果这边就是这个角度达到45度的时候，就是滑移方向跟滑移面就是分别是45度的时候，它就是二分之一，所以它所需的应力就会，它这个越大的话，就是它所需的相互应力就会越小。所以看出来就是110方向它的那个相，它的那个相互相度它是最小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对，就是萨姆达是滑移方向跟压缩方向的下降，然后这个是滑移面。说那个 case， 对，它刚好就是方向跟滑移方向正好交叉45度。没有，它其实这个是个别的，就是如果我们单个看就是这个，然后它的滑移方向是这样，它的滑移方向对啊，其实就是刚好跟这个一样。然后它的滑移面就是这边，刚好就是啊滑移，就是我压缩方向是正的下来。然后就是和它的夹角正好是45度，会让那个 对，会让那个 Smith Spectre 达到最大。然后它所需的相互应力就是相对最小。对。OK， 那所以这个 Smith Spectre 都可以算得出来。对，它有一个，我是有整理成就是一个表，就是我先把所有的那个 BGC 的滑移系统先列出来，然后这个算出来的其实就是，比如说我是110压缩，那它的滑移系统是这样，那我就是用100的去跟这个外机，然后分支内机，就是它的 Smith Spectre。就是我是有参考 paper 的，这边就是它是针对不同的压缩方向，然后 BCC 所有的滑移系统，然后它都有去计算它的那个 Smith Spectre 的，对，然后有 Smith Spectre 也可以大概也可以知道它的角度是多少，就是滑移方向跟滑移面的角度。对，然后就可以大概知道它的。那所以我们另外两个方向也可以借由这个表导出来。对，就是像比如说，如果是一，这个是111的，那它的那个它如果是整下来，它的滑移面跟滑移方向，它的夹角，它基本上是有点垂直。所以就是90度。这边这样。对，因为我看了一下他那个 paper， 他是这一片也是 BCC 的，然后他的111他是60度，那60度他也是最接近，就是 cos 90好像是零吧。那 cos 60就是比较接近零，那他表示他 Smith Spectre 最小，所以他所需的相互会最大。所以111的他取向的相互强度是最大。所以我们那边也是60度嘛。这个我就没有量了，可是我可以看出是最接近60度，就是最接近顶的，就是可以确定是它是最小的。等一下快点要画一下，会不会是60度？应该也差不多，只是我这三个比较就是可以比较这个角度是最大的，目前看这样。然后我再对，不然你再标一下。对，因为 lens 刚刚45这边60，那还有另外一个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对，这边我在看，这边是不是就不太明显，还是对，就不太明显，因为它好像比较均匀变形一点，就没有什么剪切带的，但是这边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一点这个角度，我可能再算一下，好，对 ，OK， 但看起来应该也是角度有比那个110还要大，如果它比110还要大一点，那表示它的 Smith Spectre 就是会越小，然后它的那个相互相对会越大，会比110大。好，对 ，OK。好，阿辉，你刚刚讲的那些 paper， 我再记下来，我再整理一下，然后再好 ，OK，OK。好，okay. Okay. 好，下礼拜就可以把这篇完成了。OK， 各位。看了好久才看出重点啊，然后就是就是我把老师说的那个 NPT 去把它删掉，然后
是。可是我再仔细看一下，好像误差也没有很大。哦，老师说那个 NB 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它 C 座变形的几乎一样，我看误差倒是小数点第二位啊，好像 NB 没有小数点第一位，哎，对，第二位。可是我看的别的是小数点第三位才出现误差。哎，变形就变形了嘛。对，可是我把那个对，可是我把那个 NPT 的拿掉，就比较准一点。就是说，就是反正单元数都很准。对，就是我现在变成就是老师昨天是说 NPT 拿掉，然后把变形的放进去。哎、欸，那这样我弄一弄有比较准一点。就是最下面这个是最后算出来的，就是把 NPT 拿掉，然后剩实验值是这样，就是 C44 就没有差那么多，原本是90。这是单元数确定，没有，这个是全部一起包一起，然后就是把 NPT 拿掉，然后留那个变形。OK， 那单元数确定的会比较准。老师说就是把变形的跟单元跟 Optimize， 对、欸，我是还没做，就是我现在这个是包一起。OK， 就是全部包一起。就是 C44 有没有有比较准一点？对、欸，对，不会像之前九十几。这个是单元数跑，之前跑，然后这个是实验值，这是 thermal PW 吗？哦，对，这是 thermal PW， 对，然后实验值，会不会是跟问字遇到的问题一样？你跑 thermal PW 跟你在做 VC Relax 的设定是不一样的？没有，我确定是都一样，就是那个收敛条件都一样，对，因为我单元数去跑是准，就是如果没有包一起是准。现在是因为包起，所以才会变成这样。OK， 这样的误差其实应该算可以接受啊。算是和实验值比较接近的，目前，对吧？但是和 QE 的就是还有一点差异。单元数去圈领出来会是这样子吗？对，会是这样。因为现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potential 就是要 repeat DFT 嘛，所以照理来说，对，会跟 DFT 一样。但是如果包一起就是会有，对，有。难道是 data 不够多？可是，假如说那这样的话，单元数照理说我这样算应该也不会准。不是因为所以那边同的 DB 卷的还要用其他两个结构，然后还有平面。对，就是现在平面的我已经在算了，这个是应该算好。就是平面的现在还在算，不同就是110取向跟那个111取向，这边还在算。平面就不需要 3D 变形了，就是 2D 的就好。哦，就只要 2D 的。好，所以就是我那个只要调2。对啊，因为 3D 的话表示连平面垂直方向都让它变形。哦。OK。也是可以啊，但是通常这个情况不太会发生嘛。那不然我之后就是我转的时候，我再把它删掉。对。
然后那另外两个结构，你这个是 BCC 吗？对，就是看 FCC 跟 HCP 是不是也要创一下？看一下啊。对，好像是这些，这些是包一起算的。然后就是还不，就是还算可以接受的范围。等一下，反正你就拿 NB 来做一个范例啊，就是说其他的结构也要考虑，还有平面啊。OK， 好，那老师是说还要再就是 HEA 那些也是全部都拿去 run。对，变去。然后有一个问题要确认一下，就是。就是老师这个脚本是不是就是只可以单独就是转一个档案的？对，就是没办法一次就是全部放在里面。目前是只能这样子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一次就是全部弄。我有另外写一个啊 ，folder 那个。对啊，哦，那个是不是还没有？那个还目前还没有作用到这个。有啊，应该可以吧？因为我看那个 requeue 也没有那个程式。就是这个吗？对。可是我看那个主程式好像没有。那直接跑那个 flow。哦，直接跑那个 flow。对，直接跑那个。哦、yeah. OK。因为我那边就是一直去变换那个 text 的字啊。哦，好，那。我再稍微再跑一下，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好像就是他只能单独一个去走。目前我是有转。我一开始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想要先就是一个一个丢啊，不然有一个同学有100个结构，每一个有40个变形。对啊，这样就他一按下去1000个哦，就教头在那边排实验室，其他人、哦、等他毕业不管。哦，可是那个 SCF 应该还蛮快的，就是、也许啊，对，我算那个单元数。我当初在写的时候，按我写完了，就觉得也许有些同学觉得这样不方便，所以再另外写一个，一次可以转的。哦 ，OK。哎、欸，反正档名都会置换掉。哦，那我再转一下再那个。哎、欸，好 ，OK。那大概是这样。